有没有感到生活的空间日渐减少呢？你想要的只不过是一点个人的空间，是一个小小的乐土罢了。以前花园都是乐土，后门之后就是平静之地，人人想要大花园，草坪能打网球，但是花园往往只有壁球场那么小。能不能改造一小块土地变得美丽安静而井井有条呢？当然可以了。这个楼上花园只有一码乘三码大，就有精彩的花园，挤满了各式的花草。而这个花园呢，它有两个优点：它容易建造，只需要一个周末就可以把它建好了，保养功夫不多。也因为花园够小，你买得起一些昂贵的装饰品，但是设计方面呢，那就要多花心思了。除了焦点、神秘感，还有其他的，才能令小花园变得美丽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到别人的花园里去先练习一下。小花园里，你首先注意到边界。如果花园里没什么好看的，那么目光很快就要移去邻居晾晒的衣服上了。可能邻居要换一种洗衣粉，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存在，从楼上的窗口能够一览无遗。你要让花园变得多姿多彩，你不需要向外望，就会更加开心。如果你能让小花园看起来更大的话，心情就会更加开朗了。时不长，但是凡事都是有可能的。无论花园多小，都可以向高空发展。这里，但是上空足足有一里的空间可以发展，你可以利用高空把花园升上天空。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，高深植物能够遮掩小屋，小屋有用，可以保留。此之外，那棵樱桃树也可以保留，其他的小花园不需要设计，很容易改造，加上藤架、水池啊、椅子和几棵树，突然间呢，花园就变成了古典大屋的前院了，挤满了夜兰、花架、钢琴和罩布，像个杂货店一样，转身都有困难，东西凌乱不堪。小地方设计要花的心思也不少。准备好铅笔，需要些什么呢？大胆的设计可以供安坐的地方，能让花园看起来更长。遮掩花园围的小屋解决花园的面积问题。几个星期以前我说过，直线能够让花园看起来更长，横线能让花园看起来更宽，衣服上的线条也有同样的效果，圆圈也有同样的效果。圆圈呢，能让花园的边界向外扩张，加上圆形或者是椭圆形遮掩边界，花园的感觉上呢就比实际上要大了。除此之外，你可以加上一条对角线，除了让花园看起来更宽也更长，也有助于解决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小屋。花园小，小屋无地可移，那就要想办法遮掩它。可以解决问题，但是格子墙不能够把，如果建一道砖墙，那就好像砖墙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，花园的面积也会削减。如果建造一道弧形的墙，
墙身用水泥加沙子建成，那就会让花园看起来更宽了，看起来更加光亮、优雅，而且更加的美丽了。墙前面呢，可以做个石凳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墙壁能包围着圆形的花瓶，左边建造藤架来增加高度，藤架前面呢建个阳台，对面呢就建一个水池。相信我，能够行得通的。弧形墙壁建好了以后呢，就轮到藤架了。最好以垂直的柱子来搭建，最后一根柱子了。不要放弃日间的工作，你可以用水平尺确保柱子的平衡，或者呢用这种轻巧的工具来帮助，一个只需要5磅就行了，绑在柱子上，就像是吊带袜子一样，它能够测量柱子两边是不是平衡。柱子一定要用水泥来固定，不然就容易倒下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我想位置正确，所以呢请人搭建。搭建这个藤架呢大约需要200磅，不经过中间人，价钱就可以减半，我最高可以升到这么高。好，差不多了。这个结合方法最好了，用榫口把柱子结合，再锯掉一小块，方便柱子组合。要硬是钉在一起，那就不会美观了。锯掉一小块，钉在一起，那就线条平滑，更简洁，而且更美观了。为什么用藤架为花园添高度呢？藤架让人想在花园里来散步，藤架上长满了植物，也不妨碍视线，花园保持了开放的景观。建藤架有几件事要注意：柱子和横梁要保持平衡，木材要处理过，可以用15到20年。用水泥固定柱子，把藤架建得大一点，有足够的空间给攀爬的植物来蔓生，你就可以安坐在这里欣赏花木生长了。樱桃树让线条增添了变化。下一步呢，是为花园增加色彩。地上铺了各种灰色的石料，各有深浅，互相配合。如果藤架、围墙和弧墙都是灰色的，那看起来就实在太闷了。可是颜色太杂，又会互相冲突，眼花缭乱。如果把灰色和紫色拌匀，一种颜色但是有不同的层次，那应该是很好看的。你想知道水渠盖去了哪里吗？它在石片的下面，但是仍然可以打开。建筑物完成了，到了令人雀跃的时刻了。你可以预见花园未来的样子，你可以想象花坛里有花朵，我在微笑，因为我看见了它们。我靠在墙上，闭上眼睛。我知道双腿靠着草坪，我听到了水声淙淙，周围的花木环绕。我在想象里，现在去动手实现。上油漆很辛苦，但是要努力坚持。墙上的小洞的作用就是秘密。你有没有讨厌的人？想报仇不用打小人，你只要让他帮你油木架，那就可以了。肯定会把他们累死。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种什么植物。小花园的花木可要小心的选择。
要是随便购买，那只会白费心机。这棵红叶灌木会长得太大，喧宾夺主。这棵呢，一年只开花一次，太短命了。这棵呢就长得太快，其他的花木一季之后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你要找一些生长快的植物，一年四季都生长，但是不会茂盛地埋葬了屋子。你只要花上一点时间，那就能够找到了。如果它们花香宜人，那就更加好了。鼠尾草可以食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天竺葵也不错，它开紫红色的花，花香扑鼻，但是标签说它会长到四尺高，不适合种在小花园里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天竺葵都不适合，这棵呢会长得六寸高，十八寸宽。天竺葵四季都能够生长开花，选择矮小的花木，阅读标签，把它们带到家里去。有些引人注目的花木也不错，能够把你的目光从花园中央转移。普通的货色那可派不上用场啊。来上一些不同凡响的植物，这些玉簪花有绿色和黄色的叶子，本身已经气派不凡了，放在紫色的墙前，那效果可真不错。很好。这个比较华丽，还是这个比较华丽？你可以试着把玉簪放在不同的地方，放在这边呢，然后放在石片旁，效果不错，因为颜色的对比大，它的叶子又大又宽，衬托的背景很重要。我该把它种在这边还是那边呢？两边都种。每一棵相隔十八寸，玉簪花入了土就不宜再搬动了，它们会向外生长。它们种在这里效果特别的好，因为它们和背景撞色，如果墙是绿色或者是浅黄，那就大打折扣了。把绿叶置于橙红紫色背景的前面，撞色的效果马上就出来了。泥土里边有大量的肥料，之前这里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东西可以在这儿生长。我加上适量的泥土肥料以后呢，玉簪花等植物就会在这里落地生根了。你怎么知道泥土足够了呢？好的泥土踏上去会感到弹性，不然只有沉哑的声音。现在需要让植物增添高度，可以这么做吗？当然了，方法很多，从树木开始，但是记着用小型的植物。有一种小型植物肯定是人见人爱，它就是鸡爪槭。紫色的叶子小巧精致，外形有点像瀑布又像小山，即使花园小它也不会遮掩屋子。还有这棵，你们看，它有绿色的叶子，在晚霞中熠熠生辉。另一种槭树比较高，叶子呢比较粗糙，但是树形可爱，颜色鲜艳，叶子到了秋天会变成鲜红色。就算叶子和体型小，效果一样的不可小看，一点也不比大叶子的玉簪花差。鸡爪槭呢要种在营养丰富的泥土里，泥土呢要经常保持湿润，还要有东西遮阴。今天的风势很大，这边的围栏和木架能够挡风，这里自成一国，连我的头发也没有给风吹动。你看，
这是种植鸡爪器的不二之选，风势小，还有阴影避开阳光，这里再好不过了。这儿的泥土加入肥料之后呢，它们就会欣欣向荣了。小花园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它最易种，不适合大花园的脆弱的花木，也给吹走。种了小树，增添了高度，有藤架和围栏，不过看起来光秃秃的。三种攀爬植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攀爬植物在小花园里特别的有用，它既长得高，体积又不会太大，但是你得小心的选择。如果选择了快高长大的品种，那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。绣球藤那就会很麻烦的，山荞麦也会变成噩梦，它会很快的长过围墙，爬上水管，爬到邻居的沟渠，难以收拾。有人说山荞麦能够装饰建筑物，没错，如果那是座大教堂的话。这棵呢是小木通，常绿叶子像盾牌，适合种在这儿。它喜欢温暖，适合种在向西或者向南的墙壁。你要把它和棍子分离，不然呢它就会长成一团了。把藤茎平均地分布在围墙上，它会覆盖这面围墙的。你现在确切地知道了植物的状况。这棵呢有两根藤茎，短的向下，我现在马上会把它绑好。长的藤茎呢就向这个方向，差不多到了围墙顶了。注意要把藤茎呢尽量的散布，让它覆盖最多的地方，让它有足够的空间生长。绑藤茎的时候有诀窍，注意我把绳子圈在后面，再圈一次，然后呢扭在一起，扭起的结能够承托起藤茎。这个工作琐碎，任何时候都是，但是却很有成效。这些藤初时看起来不太自然，就像准备放到烤箱里的火鸡一般的拘谨。不过呢，现在松绑了，它会抖擞精神，落地生根。藤茎呢，很快就会长高长大了。绑在铁线上呢，它可以覆盖更多的面积。它的其貌不扬，但是它的生长速度很快。三年之后，你可要砍掉蔓生的部分。这是金银花，芳香扑鼻的攀爬类植物，它会绕着物件生长。这些柱子很粗，要用绳子助它一臂之力。为了花朵，值得这么做。叶子很美，常春藤靠着茎上的小须来攀爬。小须呢，其实就是它的气根，气根像万能胶一样的贴紧围墙。它开始的时候可能长得不太好，可把肥料水涂在墙上有点臭，还是把它绑在铁线上吧。你可能认为常春藤只是野草，但是你只需要加以控制就可以了。这棵呢是我从我家前院移植过来的，豆腐青菜各有所爱。你想以常春藤配合纸皮石，
不要把常春藤铺在纸皮石上，它会爬满了屋子。如果不修剪的话，它会越长越厚，会扯下大幅的纸皮石。要是水泥不够坚固，那如果在墙壁上有个木架，或者围墙上有铁线的话，那就没问题了，墙壁不会倒下来。记着，几年修剪一次，减轻重量，选择有很多，超过100个品种，有形形色色的叶子形状和颜色。最后呢，是铺满整个花坛的黑百合。为什么不种一些一年生植物呢？可以种满整个地方，我觉得它们混杂无章，毫无风格。而花园的关键是叶子，色彩与层次映衬鲜明的背景，颜色柔和，毫不刺眼。为什么我做这样的安排呢？竹子种在那边墙角，形成直线，连接这边组成三角形。金缕梅、玉簪花组成弧形，连接椭圆形的花坛，和弧形墙壁隐然相对。这些很有心思，对吧？这些小树也长得很好，鸡爪器本可以种在这边的，第一根柱子旁边。但是这样呢，会让花园好像变小了一些。把浅色的种在这儿，黑色的呢种在这边，它就会引入阴影之中，让花园看起来就会变长了。你看过去呢，视线会游走其间，不会停住，对吗？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